我承认我们爱过，但跟他在一起两年的时间，他一直都是懒傻馋呆，跟他在一起日子一眼就能看到头，这种人不分手留着过年啊？你呀，嘴硬了。老肖，别闹，不好笑。我，嘿，干嘛？你吓谁啊？就算他人在这，我也这么说。你看他刚刚在那上面那个小家气的样子。是不是嘛？就我跟你说那个四海的副总，他之前就是小家子气又矫情，我就跟你说过呀。啊，老魏，半年不见了，还好吗？怎么还不走？孩子要吃桂花酥。刚才听见谁说我懒傻馋呆来着？啊，说我呢？说我要多跟你学习学习。是啊。你看人家肖总现在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简直就是人生赢家。看来我还得感谢您当年的不嫁之恩呢。改天喝酒啊。好好。